凤舞，穆县长，凤舞，凤舞，凤舞。凤舞，凤舞，啊，师父，师父，你终于醒了。傻孩子，师父不是一直陪在你身边的吗？啊，小五，小五，小姐，小姐，小五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呀？你爹娘叫你回家吃饭了，我肚子都饿了。你刚说什么？小姐，老爷夫人催你呢，走吧，我们。秋玲，这不可能。走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凤舞，凤舞，君殿下，你能看得到我？那为何凤舞他？这里乃是心魔虚空之域，灵魂与灵魂之间本无交集，看不到也是正常。那你为什么不提醒凤舞，这只是幻境？其实也并非全为虚幻，这面镜子只是提供了美好的可能，但是如若一直沉溺其中，便永远只会止步不前。我明白了，多谢前辈指教。小姐，快，快坐吧，快坐吧，大家都坐下吧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丫头，来来来，今天爹准备的这一桌啊，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，来，吃啊。凤舞，快吃吧，快吃吧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，凤舞？这可是你爹用心为你准备的饭菜，快吃吧。娘，你怎么？小姐。你是不是睡傻了？咱们夫人向来是这样啊。小五啊，最近是不是修行太累了？正好可以放松一下，好好休息才是啊。啊，就是啊，小五，也不能总憋在家里。君殿下不是下了请帖吗？约请咱们小五过去玩呢。哦，我看凤舞就答应了吧，多跟君殿下在一块沟通沟通感情，是不是啊？君殿下可真是贴心，知道你爱玩这些。小五，我真羡慕你，你要是嫁给他，你就是灵妃了。什么灵妃啊？高圣后最中意的不是左青鸾吗？左青鸾算什么呀？凤舞，你可是碧落宫的神女，穆仙长的传人，这普天之下谁能与你争锋？而且高圣后不是最喜欢你了吗？我是碧落宫的神女。小五最近是不是太忙了？怎么感觉晕乎乎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凤舞，醒醒！凤舞，这是幻境。君殿下。